OK，来，所以刚刚进来的同学呢，你们可以打开 camera 聊，然后就是可以开始点名。好，所以呢，我们好，今是天五安。啊，OK，给五万。好，所以我们今天呢，就是会讨论初三下册第一章作业簿啊。啊，所以你们可以拿出你的那个作业簿，如果没有作业簿的话呢，就是请自己去那个 GC 那边，然后下来他的那个 soft copy 就 OK 了。对啊，好，因为我已经是拜托安室帮忙我，就是拍下这一些作业簿的 PDF。好，我已经是把它放进去你们的 GC 里面啊，所以你们可以去那边找。好，所以呢，我们来讨论一下，就是这一个综合科学作业簿啦。OK，初三下册哦，就是第一章啊。OK，初三下册第一章啊，所以呢，我们来就是讨论一下哦。然后呢，也是一样啊。等一下，我就是会抽三位学生哦，所以这三位学生呢，就是要拍照给我啊，要拍照给我今天的这一个功课呀。所以我不单是要求他们 submit GC 哦，也要拍照 WhatsApp 给我啊。OK，所以这里我就不多说了。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就是第一题哦。第一题的话呢，它讲到就是如果要对生物的物种进行二叉四分类的话。呀，首先需要确定的是哪一个东西呢？第一个当然就是 C 啦，最好的答案就是 C 啦。呀，你的分类标准哦，你要怎样分类先？呀，你不能只是每一个呢都是生活习惯，每一个都是动物或植物，不是这样的。OK，你要先set 你的标准，你要怎样分类？你要 planning 先，对吧？所以第一题最好就是 C 啦，因为 C 呢它就是 model planning。呀，他就是会规划，呀，他才来分类，OK，他不是 blindly，就是完全就是不看，他就是死死跟着 A、B、D，这些 A、B、D 都是死死跟着的，所以不是哦，哦，你至少你要看一下跟 blending 啊，OK，所以这一个就是分类标准，然后呢，再接下来的话呢，就是第二题的时候命名咯。对啊，好，因为之前有跟你们讲过嘛，你分类啊过后，你一定是会有那一个命名的嘛。OK，所以呢，学名总呢？之，你看到那种怪怪那种名字，就啊，是那种对学名了。你放到你看到那个怪怪的名字呢，它就是它的学名啊，怪怪名字啊，就是它学名哦。务好，必是这跟个上冬季，这个是属于哪一个？啊，这一个呢，这一个其实第二题 Solanum tuberosum 其实是属于马铃薯的啊。对啊，马铃薯是它的学名是叫做 tuberosum，所以呢，马铃薯也好，番茄也好，茄子也好，你可以看到它们都是叫做 Solanum 的，只是后面它的名字就不太一样。不一样，啊，完对，全不一样。所以呢，你有可以看，些世界变，直接啊，所变以。到啊。对，你可以看到呢，这三个植物呢，哦，其实我之前有跟你们讲过了，马铃薯、番茄跟茄子，它们其实就是亲缘关系来的。OK，就是说它们的基因，哦，跟遗传信息的结构是差不多一样的。OK，哦，所以这个第二题是 Solanum tuberosum 啊，还有一样呢，就是ubi 跟 dang 啊，不是跟 dang 啊，跟 dang，dang 啊，哼。呀，所以它这里的话有一点错啦，ubi 跟 dang 呀，不是跟 dang 啊。OK，所以这一个是 C 跟 D，然后再接下来的话呢，就是第三题的时候，给它第三题，所以呢，它就是会有跟我们讲地球生物种类繁多，对生物进行分类有助辨识及护育等作用。科学家对生物进行分类的特征其实就是怎样呢？给它要分类的话，其实 A、B、C 都全部分类到完哦。呀，身体的结构，它能不能？它有翅膀吗？呀，然后栖息地的区别，它是住在陆地还是水，还是在树上啊？然后生殖的方式，它是胎生还是卵胎生还是卵生？呀，所以全部都是，呀，全部你都可以用来做一个标准啊。所以第三题就是 donkey 了。OK，然后第四题的话呢，第四题的话你可以看到就是说兔、羊、马。一组，狮、虎、狼一组，OK，它的分类依据呢，其实就是最好的答案就是 C 啊，OK，最好的答案就是 C 咯。身上是否有长毛？其实都有啊，对啊，兔啊、羊啊、马啊，
然后狮啊、虎啊、狼啊，它们其实都有毛的。然后是否是生活在草原？应该也是啊。然后哺乳动物啊，是啊，全部都是哺乳动物啊。所以呢，A、B、D 都是错啦。呀，最好的答案就是 C 哦。OK，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说兔、羊、马就是吃植物咯。呀，狮、虎、狼就是吃动物啦。OK，就是吃那些肉食，它们都是肉食动物啊。OK，所以最好答案就是 C。然后再接下来第五题的话呢，第五题就是说将生物归类的其中一种依据是根据共同特征的多少来区分，下列几组生物中共同特征最多的是哪一个呢？OK，所以呢最好的答案就是 boy 啦。OK 啊，最好的答案就是 boy，因为鱼跟蛇它完全就是不同的种类哦，鱼就是鱼类。蛇就是爬行类嘛，OK 哦，壁虎跟蟑螂也是一样，就是差一个天一个地。蟑螂就是一个昆虫啊，哦，壁虎呢是什么爬行类啊？所以就是又在不一样。然后蜗牛跟这个鸟也是一样啊，所以 D、A、C、D 都是错到完了啊。最好的答案就是 B 啊，因为猫跟老鼠它们都是属于哺乳类的，OK 啊，所以特征最多就是 boy 咯。呀，猫跟老鼠都是属于哺乳类，然后它们身体上面有毛呀，有尾巴啊，有四肢，呵呵啊，就是这样啦。所以第五题是 boy。然后呢，再接下来的话呢，就是我们来看一下第六题啊。对喽，第六题是 boy。呀，我看到有学生讲 boy 了。诶，第六题最好的答案就是 boy 啦。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说，这个一还有二三代表是什么意思呢？哦，所以你可以看到呢，哦，这个呢，它圈起来一个圈圈，对啊，哦，它是一个 set 啊，OK，所以这个其实是过后你们数学的时候是会学到的，对啊，哦，所以这里的话呢，你可以看到就是说，其实 E 的话呢，最好就是生物啦，OK，E 的话呢，最好就是生物咯，哦，然后呢，再接下来的话呢，你可以看到就是说，原核生物跟真核生物呢，它们其实是不同的生物来的。OK，原核生物指的就是细菌，哦，古都菌。是第一章很短。啊，对。然后真核生物呢，就是动物啊、植物啊，还有真菌啊，哦，还有那些原生动物啊，哎呀，原生生物啊，就比方说草履虫啊、变形虫啊这些了。好，最好的答案就是 boy 啦，因为你可以看一下啊。A、C、D 呢？其实二跟三它们都是会交叉的。OK，二跟三它们都是会交叉。就比方说，你看啊，A 的二三哦，因为它是这一个二三它是分开哦，所以二三呢，你看啊，A 啊，哺乳类它是动物来的啊，所以 supposedly 它应该是要进去动物里面嘛。所以呢，它的图是分开哦，所以 A 就是错。你看这个关系呢，其实如果你讲要 A 的话，supposedly 这个三一定要躲在二里面的啊，这样的话我们才会选 A 啦。可是不是吗？因为它分开嘛，啊，哦，所以哺乳类是属于动物的哦，所以我们不能拿 A。然后 C 的话呢，蕨类植物，OK，蕨类植物，然后跟草本植物哦，蕨类哦，蕨类它有些的都是草本啊，所以呢，我们也不能放咯。对啊，哦，它就是跟 A 差不多一样的情况咯，所以 C 也是错咯。然后 D 呢，脊椎动物跟爬行类也是一样哦，三一定要躲进去二里面的。看 A、C、D 呢，其实他们的答案正确的答案就是三要躲进去二里面，对啊，三就是要在二里面你才可以，对啊，所以都不是嘛，所以最好的答案就是 boy 啊，对啊，最好的答案就是 boy 咯。OK。然后呢，在接下来的话呢，第七题的时候，啊，这些食物残渣中有细菌、紫菜、蘑菇、沙丁鱼这四种物体呢，根本区别在于，所以它会有什么区别呢？OK，所以呢，你可以看到有细菌，OK，细菌是原核生物，OK，紫菜、蘑菇、沙丁鱼，它们都是属于真核生物，OK 啊，所以呢，原核跟真核呢，之前有教你们背的东西，就是它们的细胞核是不是有膜，OK 吗？哦，真核生物的话，它的细胞核是有膜的，OK。原核生物呢，它就是说它的细胞核是没有膜的，就是说它的里面的遗传信息是遗传的基因啊，那些 DNA 啊，都是裸露在它的细胞质里面，
所以呢第七题最好的答案就是 C 啦， OK 吗？哦，所以 A B D 都不太好啦，就不太适合咯。A 是否是不是动物，因为里面又有真菌又有植物，所以你又不能用啦。然后是否是单细胞生物，哦，里面呢三个都已经是多细胞了，哈，所以最好的呢，最好的啦，就是最好就是 C 哦，呀，就是原核跟真核是最好啦。OK， 然后再接下来第八题的话呢，第八题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它给你这些特征，呀，细胞核有核啊，细胞核有核膜咯，可是它不能动 ，OK 吗？然后它可以进行光合作用，它又是单细胞生物。呀，哦，所以原核生物肯定不适合啦，因为原核生物是没有膜的啊，所以就不能用了。然后真菌呢，真菌是没有光合作用的吗？呀，所以也不能有咯。植物的话呢，植物又不是单细胞生物哦，植物一般上都是多细胞的哦。呀，一棵树一棵普通的那些杂草都可以啦，所以它都是多细胞的哦。呀，哦，所以呢最好的答案就是 boy 啦，呀，原生生物咯。对吗？哦，所以就是这样而已啦。第八题是 boy， 然后OK 吗？如果没有什么问题的话，我就是要解下去啦。OK， 所以再解下去哦。所以呢，再接下来的话呢，就是这一个它的一些些的作答那个填充题啦。OK， 所以填充题的话呢，就是说在对于一些生物进行分类的时候，如果你要二叉四检索表越长的话，那么呢你所研究的生物间的共同点就是越多哦。因为我之前有跟你们讲过嘛，二叉四检索表呢它就是要细分这一些动物出来的。Okay， 如果你讲同一个特征有两三个的话，它就是会用号码来盖你进去下一个特征，对吧？就是比方说它是动物啊，我们就去三，对吧？它是植物我就去二，就等等之类啦。因为里面有实在是太多个动物跟植物了，所以呢我们就是要细分到变成一个为止。 OK， 二叉四检索表就是说要细分到变成一个动物出来咯，或者是植物出来咯。 OK 啦，哦，就类似这样啦。所以呢在接下来的第二题呢，这一个科学家，哦，他提出的五界分类系统呢，之前也是有一样跟你们讲过啦，真菌跟细菌呢，哦，它里面其中几个它们都是一个自然界的清道夫啦。呀，真菌跟细菌呢，有某些真菌跟细菌啊，它们就是可以帮助我们分解生物的遗体跟排泄物咯。哦，所以呢就它可以就是帮我们 clear 掉这一些就是这一些残留在陆地上的一些些的残渣排泄物啊，甚至是遗体啦。诶，这些都是自然啊。呀，所以这些都是真菌跟细菌。所以 last but not least 呢，就是若一个真核生物皆不属于动物界，也不属于植物界，也不属于真菌界的话呢，哦，其实它就是一个原生生物界咯。呀，因为毕竟跟之前有跟你们讲过嘛，真核生物的话呢，我们就是会有动物、植物、真菌跟原生生物。 OK， 好，哦，原核的话呢就是那些细菌跟无细菌哦。呀，有名字跟你讲原核了，所以呢它就是原核生物界那边的。 OK 吗？哦，所以就是很 direct 罢了啦。 OK， 所以就是这样而已哦。好，所以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我就要接下去了啊。对吗？我接下去啊，哦，就只是几个字罢了啊。OK， 所以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在 next 接下来是非题啊，是非题啊。所以是非题的话呢，只有二跟四是错了啊。OK， 二跟四是错啊。为什么它会错呢？因为二叉四检索表不适合用以区分相似性太多的生物。嗯，哦，如果你有相似性太多的话，你就是用另外一个特征来分它们罢了啦。哦，都没有什么很大的问题的。所以第二题。哦，是适合 ，OK， 正确呢是适合的 ，OK， 哦，正确是适合啊。然后呢，第四题呢，真菌跟植物的唯一区别是真菌不能进行光合作用，是没？哦，如果我跟你讲，它们都是多细胞还是单细胞？啊，因为它们未必是不能
他们未必是不能进行光合作用。它其实真菌它确实是不能进行光合作用，只不过你不要忘记哦，真菌它里面啊，它其实是还有一个是酵母菌，酵母菌是单细胞的，所以呢，其实它们另外一个区别就是哦，就是说虽然我们可以讲真菌跟植物，它们大部分都是多细胞，可是真菌它就是有一个是单细胞的，那个是酵母菌哦，啊，看到吗？哦，然后呢，真菌呢，它也是可以，就是说进行那个怎样讲，就是我们有这一个咯，哦，可以帮助我们分解掉这些生物的遗体跟排泄物哦，看啊 ，OK， 然后再加上就是还有什么区别？植物就是有叶片、有根、有茎，真菌是没有的哦，看，所以这些都是它们的不同点啊 ，OK， 所以我们可以用这一些东西来分出它们哦。啊，所以未必是光合作用一个罢了。好，就是之前有跟你们讲过了，科学家他们为了要区分这一些生物的话，他们不是用一个特征啊，就是不是用一个特征罢了哦，他就是会用很多很多很多不一样的特征的。OK 吗？好，所以就这样而已啊，是非是非是。好，所以其实这一个章节是很短罢了。OK， 所以再接下来哦，的短才四页嘛，是，所以呢，再接下来的话呢，我们来看另外一个，所以这一个的话就是你们一样啊，可以写下去 ，OK， 可以写下去啦，所以这些都是你的答案啊 ，OK， 好，所以就是这样而已哦 ，OK 吗？这里，好，所以这一个的话呢，它其实就是举例出这一个两种可作为下列动物分类的特征哦。哦，所以这里的话呢，你可以看到就是说它可以分为什么特征呢，啊，一个是有脊椎，一个是没有脊椎的啦，对啊，所以比方说乌龟啊、鸵鸟它们都是有脊椎的嘛，对啊，然后呢 ACD 螃蟹啊、蜘蛛啊、苍蝇啊，啊，它们都不是，它们都没有脊椎的， OK， 它们都是无脊椎的哦，啊，所以呢这里的话呢，你可以看到就是你的答案就是这些吧，呵呵呵，对吧？好，有脊椎跟无脊椎啦，哎，它的共同点啊，对吧？哦，因为你讲有翅膀跟没有翅膀都很难去区分啊，然后你讲一个是住在陆地上跟水里面又不能啊，对吧？所以最好最好的答案就是脊椎跟无脊椎啦，啊，最好了啦。OK， 你也不能用植物、动物啊，你也不能用原核跟真核啊，所以全部都不能哦，所以。就是唯一的就是这样了，呀，但是卵生的话也不能哦，卵生胎生也不能哦，因为这里全部都是卵生，对，全部都是卵生，呵呵，所以你看它其实就是你还没有做二叉式检索表之前，你必须要先 planning， 要先观察好，对，观察好 planning 啊，你要 set 你的一个标准啊，才能 OK， 所以这一个标准呢啊，就是第八个 slide 就有了的，哎，这个应该是两个字吧，呵呵，所以我应该是可以转过来了，应该是抄完了，呵呵 OK， 所以呢这一个的话呢，你可以看一下就是说二叉式检索表咯，所以呢我比较担心的就是类似这样的题目啦，就是说考试呢它其实它不会这样调皮的啦，它至少呢它会给你一个考试很调皮的，我老师我跟你讲，我去年那个考试啊，没有想到是整个初文啊，所以呢它其实就是它不会这样， 它就是会给你一些些的 clues 哦，然后呢要你把这一个分类表转换成二叉式检索表， OK， 所以呢你的二叉式检索表呢要怎样写呢啊， OK， 所以呢一开始的话你可以看到就是说它是两个都是植物的，所以呢这一个我们其实是不需要写的，所以呢我们就可以写有种子跟没有种子咯，你看啊，哦，因为有种子的话我有很多个粒子哦，有被子植物，有裸子植物， OK， 然后没有种子的话呢我蕨类苔藓又蕨类哦，对啊，所以太多了， OK， 所以呢我之前有跟你们讲过嘛，二叉式检索表，哦，如果你的生物啊，你的动物还是植物啊太多的话，它是不会写的，它会立刻直接写二三类似这样的，所以呢我们来看一下就是另外一面它怎样分啊，所以一开始第一 OK，啊，为什么它会写一一二二三三四四，你可以看到吗，这个是因为有一个它是有
啊，有种子无种子，跟没有种子，二它就是什么什么这样。对，所以它就是类似这样的比较，一一二二三三四四呢，其实就是它的对比。老师，那个点你不要写吗？啊，要，这个点一定要写哦。只是多长，看你自己啦，看你自己啦。你要到二，到三，到被子直窝就类似这样了。OK， 多长就看你自己啦。OK， 就只是你不要只是点两三点啦，就是好像长一点哦，就好像一条线这样咯。啊，对，它就是同一个 categories。只是呢，它的这一个 categories 呢，我们可以讲是一个比较啦，啊，是一个比较咯。对啊，好，就是说哪一个是有种子，哪一个是没有种子，因为刚好碰巧就是它的例子太多了，好，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我就写去二咯。啊，二的话你就可以看到被子植物只有一个吧。Okay, 我就写它，然后三的话呢，啊，只有一个，什么，就是三的话，因为太多了，所以它就在转去有茎和叶，或者是无茎和叶了，哦，所以你可以看到三的这里呢，啊，我又可以区分出藻类了，啊，所以就是以此类推了。OK， 二的话呢，因为有种子嘛，它可以转去就是被子植物跟裸子植物咯，所以这两个就 settle 了咯，所以呢，过后我们就看无种子的时候了。所以无种子的话呢，啊，刚刚好我看到无茎和叶是藻类，啊，我就写，所以我就 settle 藻类了，对啊，就剩下蕨类跟苔藓喽。所以呢，蕨类跟苔藓的话，我们就是 show hand， 对啊，就是来看一下 final round， 就是看一下有茎和叶，哎，就是第四，对啊，所以你可以看到第四就是有根和叶，无根和叶啊，你就可以分得出蕨类、苔藓，啊，所以就是这样喽。所以呢，这一个二叉四检索表呢，所以才来跟你们讲，你必须要有一个标准，对啊，就是说你不能看到题目你就写了，不是这样哦，你要先 set 你的一个标准先，就是说你要 plan 好好来，你要怎样写，你要怎样排，啊，对啊，不是讲看到题目就写了，不是那种啊，你就是要先排好来先，好，建议性呢，就是做这一个题目啊，你可以先用铅笔来做一个草稿先哦。呀，做一个草稿、啊、写完那个草稿了你才来把你的答案写进去里面 OK， 因为我就是怕你写错了，然后又 liquid 又差，然后又各就更糟糕，最好就是你在旁边用铅笔写先，然后呢你写了你认为那个答案是对的啊，你才抄进去啊，就这样，对啊，所以二叉四检索表就是建议你们先用铅笔写先 啊你才来用 pen所以就是这样而已啦。干嘛？还有什么问题吗？干嘛？还有什么问题吗？哦，所以这个其实就是这样而已啦。老师，等一下，这个我先追问一个我。哦，那个分类表里面没有藻类啊？我看一下，看一下。Sorry 啊，我转回去。哦，没有藻类啊，这一个。这个蕨类你把它改成藻类，因为两个都是蕨类 ，sorry， 抱歉，没有看到。因为两个都是蕨类改去藻类 啊。对，这个蕨类呢，你把它改去藻类，因为那个题目出错了。啊，是，谢谢你，我没有去看到。呀，哦，这个蕨类呢，你就把它改去藻类喽。呀，蕨类啊，改去藻类就对了。哎，我再转回来。呀。哦，就是你的作业簿那一边啊，因为还有两个蕨类嘛，哦，所以呢，你就在那一个无茎和叶那一边的部分，你把它改成蕨类植物就可以了。啊，就这样。